圣诞节一到，各种晒恩爱秀幸福的又开始刷屏啦。昨天杨幂在微博晒出一束红白相间的玫瑰，幸福感满满的说收到了花花。就在粉丝揣测是谁送的圣诞礼物时，小吴老公刘恺威就转发了这条微博，并发出嘘嘘嘘和亲亲的表情，低调承认花是自己送的。杨幂今年6月1日产下与刘恺威爱的结晶，爱女小糯米的出生使二人的感情更加坚固。如今小糯米已半岁多，付出打拼事业的夫妻俩虽各忙各的，但浓情蜜意处处流露。优酷全娱乐约妈整理报道。